这针儿是老款的，原料纯白的白玉，宽厚啊，漂亮。这多少钱？这个？啊？多少钱？那个三万块。三万。白玉啊，料细啊，可以。是白玉的手镯，然后这都是新款，这是老款。这多少钱一针啊？这个三万五。这个这个就是摘这个贵的，薄料的，肉眼看不到结构。白玉。的白玉镯子，这儿有一个新款，一个老款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四万五。这俩一样吗？这是新款，边上平的，有两个白玉。这也是。二料白玉的、啊、老款了，二料白玉老款的镯子，这多少钱一针？五万。这五万一针，宽厚啊，肉眼看不到结构，鹅料。这些也是鹅料的吗？要的稍微有一点点啊，闪青。这个多少钱？这种一万五一针啊，料子也细啊，都是细，看不到结构。这个能看到，肉眼看不到结构。这些，这带皮的多少钱？这个九千。做的皮子也是鹅料的，嗯，白玉，这种呢算高清白吗？对。这多少钱啊？一万五一只，高清白啊，料细，哎，鹅料的，这种呢？这种是两万啊，明显是白色的，刚才那种就是青白色。嗯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别进了，不偏了，可以了。嗯，这三只是纯白的，这包白的，包白。这多少钱一只啊？这4万5一条。四万五。我没怎么着呀，我还没有去。老款的，这个呢，这是做皮的，这也是4万5。嗯，行。随便，没地方。嗯，白度好啊。